玩家欢聚 party。今天呢，我是担任来宾，然后要负责几个特别部分，像是冷知识啊，还有就比手画脚，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那我们就来看这活动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吧 ，Go！跟大家说，就是我因为要负责冷知识跟就是比手画脚，但这是我看过最难的比手画脚题目，像是有一个是瞬间加速，我到底要怎么比出瞬间加速啊？还有愚钝的树精灵盔甲，这个要怎么比？我要一个字一个字比呢，还是我要就是比意思呢？到底要怎么比？这真的很难耶，我的天！然后还有冷知识，也是我看过最冷的冷知识。但是我知道，就是黑鲨的玩家都很忠心，然后非常的铁，所以就是他们其实应该都猜到这些题目，期待他们的表现，好不好？差不多12:30，然后是玩家入场时间，等一下1:00就要开始。然后这一次会有两个舞台，一个是第二个舞台，就那个有投影幕，它就是等一下冷知识问答，就是我说那个很难的冷知识，真的很期待大家能不能回答出来。然后另外一个舞台是这个，另外一个是那个舞台，就是前方的舞台，然后就是比手画脚啊，还有一些小活动什么。然后现场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他请到了非常厉害的韩国总公司的大咖来，然后他会跟大家玩一些很有趣的游戏。Yui 已经主持了几场了，就是这个。今天是第二场，昨天在高雄。昨天是跟小希尔一起主持。对，所以就是你觉得就是对玩黑鲨玩家的印象怎么样？我觉得大家都其实都蛮热情的，真的吗？感觉大家会比较就是没有互动率那么高，但其实昨天很热情，而且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等等会有小游戏，然后其实大家都蛮认真的，而且是听说就是准确率很高啊，超级高。因为我其实这题目真的蛮难的，虽然我有玩游戏，可是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游戏，我想说这个这么长，到底怎么表达？我们刚刚都觉得，这个到底在哪里？这个他们怎么都会知道？他们真的都知道，真的，因为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所以我其实也很期待。然后，真的听说12月还有一场，我还蛮想自己参加一下的，很想参加一下，对不对？因为送的礼物很棒，对，我看到他们送的东西，那个工厂，那个抱枕，韩国来的，韩国制作的。好想带回家哦，超级想的，就想说为什么自己是来宾，不是就是下面的玩家，很想参加，对不对？12月赶快报。荧幕来看到你凝乳，那你今天来到现场有什么想法？那有没有觉得很特别、很开心？有，因为我非常喜欢黑鲨这款游戏，是，然后一直都在玩女巫这个角色，然后所以呢，今天会准备一些考题来考考大家。那主持人，我会先告诉在座冒险家们，总共有几个字，那我们比较方便猜。好，那我们手机可以先放在桌上。好，那如果等等要寻找的话呢，可以快速的来去做个搜寻哦。那我们今天呢，在我们比手画脚获胜的冒险家可以获得手机指环跟便利贴一整组哦，而且会有10题，所以在座的冒险家们，我们记得知道的话就是可以来做抢答。那你有想好要怎么比了吗？有，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齁，那我想在座冒险家们应该都会知道，都可以把我们今天准备的礼物带回去。希望大家跟我有很好的默契。一定有的。好，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题。手机可以拿出来，两个字哦，这个好比吧，这个算好比的。你想要比动作还是要比一个字一个字？我想要比动作，然后让大家就是懂我一下。OK， 好，那我们比个动作。哇，我来提示一下好了，左手火神枪，右手屠宰刀。有后方那边先自取手，对不对？戴眼镜的狩猎，我们看看答案对不对？哇，
两个字哦，也是两个字，这个应该还算好比。两个字哦，两个字，两个字。有来后面这边，哎，我们有回答过的吗？两个字，有回答过的记得。好，这边两个字。妖精答案正不正确？耶！哎，对哦。来，我们看看下一题。哇，五个字。好，就是大家要仔细看哦。好，那我们分两个，因为它是两个两个感觉一起，所以我前两个字是两个字一起比。对，然后三个字一起比。好，前两个字。是前两个字，我好像有听到答案呢。真的吗？我有听到答案。不小心讲出答案，要不要举个手？要不要举个手？五个字的哦。五个字，来这边。全球加油！答案正确，恭喜你！哇！好，我们来看看下一题。好，两个字哦，这个应该很多人，这个应该很简单，很容易，这个很容易。那我就比哦。好，要先蹲下来。两个字。来这边，我答对了，好，怎么了吧？是吗？是答案是沙溢吗？我们来看一下，哇，非常非常迅速。好，我们来看看下一题。好，这个应该也蛮简单的，就是大家仔细看我的动作，四个字，四个字。来这边，对，瞬间加速，来看一下答案。对，哇，超猛的，恭喜答对了，猜的越来越快了。对，真的大家都很有默契。哇，好，我们来看下一题。这题很难，八个字，八个字，八个字哦，有八个字。我先前三个字，先是这样。第四个字可以比一下。第四个字，花草树木类的吗？第五、第六个字是。哦，其实很明显哦。第七、第八个字。来这边哦，答案对不对呢？对，恭喜你答对了，好厉害哦！今天的比手画脚结束了，就是主持人就表现很好。其实你有一下，其实有下提示，我觉得在座的冒险家都很厉害，都会知道。等一下，你这样不是拐弯抹角说哦，就是前面那个比的没有到很好，但是我下的提示大家都很了解，因为其实有些真的没有很好，就是有些字啊会比较难去猜，或是比较难去想。可是不过我们就尽量给在座冒险家们都有提示啦，尽量都能带走礼物。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决定礼物呢？那我们今天只要有回答对的冒险家，我们礼物让你们自己决定要带什么。好的，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题。这的最大背包上限为几？哦，这题算比较简单了哈。好，我们可以数。好，来边。我这边192个吗？来，我们看看答案正不正确呢？恭喜你！我觉得后面题目我看过。漱口袋是漱口袋。城镇雇用的劳工大部分全都是匠人呢。好，我们来倒数喽，来数一下，一、二、三。智慧的古墓吗？来看看答案对不对哦。恭喜你答对了，耶！好，我们打开来给在座冒险家们看看是什么。是什么？漱口袋。漱口袋。恭喜获得漱口袋。那种幻想马中是哪一种幻想马在职业活动热血赛马大赛中夺得第一名呢？哦，这个要有参与活动，然后关注时事才会知道。我先讲一下好了啦，两个字。等一下，这已经太明显了啦，已经三去吧。大家不要，就是不要气馁，等一下还有很多的题目，对，后面还有很多的总店员。哇，总店员，好看哦，这周也太厉害了吧！这题在跃跃欲试哎。水鳄鱼落在哪一个湖中？好，好来喽，一。二三，还有之舞，还有机会，速度都很快哟。马克杯，是什么呢？马克杯，哇，恭喜！大型海王类有哪些？这里超难，超五种哦。三，你看这位小姐真的很快。赫卡鲁，尼杜湖，纳萨克，哦，哇哇。
我看我的后方都惊呆了，好厉害！你怎么都知道？你是查的还是背？我是那个航海公路。哦。笔记的是笔记本，恭喜恭喜！五个字，答案五个字。哦，对，什么什么装？一、二、三，那边那边那边，下一个那边。对，他会讲话。蛤蜊西村庄，答案是吗？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哦？哦，恭喜你答。是什么呢？毛巾，就是还蛮明显看出，哎，谁比较快？到现在几乎都是。来，我们可以再做冒险家看一下。越来越坚定了。是什么？抱枕吗？哦，今天第一个。我们现在去找玩家访问哈。嗨，我现在来访问一下玩家。所以你觉得刚刚玩那个冷知识，还有前面猜匕首画脚，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玩哎，应该是说玩游戏的过程中，就是要很专注于剧情，然后跟一些游戏细节的部分，才可以就是比较顺利的回答到这些。对，懂了。而且我发现就是你很认真，就是在查那些资料，很认真，很想要拿到礼物。所以你最后拿到什么？我最后拿到的是行动电源。哦，你就是你们这座大奖哎。嗯，对，我们这边束口袋几乎全包。而且其实你今天穿蛮辣的，就特别不好意思。我昨天就是有问我们工会的那个会员，就是说，我不知道我要穿什么，明天好紧张哦之类的。然后他们就说，我因为我有 po 几张照片，问他们说，这样穿可不可以？然后他们就说，凶神战战战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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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开心，我很开心。哦，我是丝绸。丝绸之路。哦，对。欢迎我们的秦总监来到舞台上。네안녕하세요검은사마총괄부르소서김재입니다大家好。大家好厉害，会说中文。开心今天可以就是出现与各位冒险家一起见面。那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总监也会赶快回韩国，继续把这个还没有完成的开发，赶快把它结束。哇，那我们是不是要一个掌声给我们总监？哇，他怕我们在做冒险家等太久，那所以会赶快回到韩国，那让我们在做冒险家可以尽快跟他们见面，对不对？那听说今天总监有带个礼物要送给我们现场的冒险家，那我们今天来玩一个小游戏，我们玩剪刀石头布。那我们就请在座所有冒险家们一起来同乐。那我们全部可以先起立。好，那我们数一二三，一起出，好不好？好，那准备好，我们要开始来咯。一、二、三，好，出剪刀的。哦，这边也有出剪刀的，先留着。那出石头跟布的先坐下。二、三，哦。哦，有获胜者，有获胜，那我们可以来到舞台上。哇，是我们黑精灵娃娃，哇，非常非常的可爱，而且是从韩国带来国制作。那第二次要由我们的全球营运总监金总监。欢迎您来到我们舞台上 ，Hello， 欢迎来到台湾。大家好，我是从韩国来的 David。 哇，这一局的话一样也是赢总监的人可以继续下一盘。 好，我们准备好来咯。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哇，哦，他还从一样头布。有获胜者啦，加前方。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的影片的话，记得留言、按赞、订阅我的频道。